遗产当中，从政治、经济、法律、医学、科技、生态等等方面，无不闪烁着先人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熠熠光芒。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们就来到了国宝大会的最后一期，但是和国宝的对话却仿佛刚刚开始，意犹未尽。 今天是我们第5赛段荣耀问鼎，也是总决赛之夜。6位冠军候选人，到底谁能够捧起联合方湖的奖杯？我们无比期待。我们首先要把掌声送给6位即将会荣耀问鼎的选手，同时也还要把掌声送给那些曾经在这方舞台上发光发热、实现自我的那些选手们。 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从国宝读懂中国，为中华文明守根铸魂。我宣布，国宝大会总决赛正式开始。我叫张志刚，是一名公安基层民警。我的答案是 B， 选 A 确定了。 汉代的时候，黄金应该不是作为商贸流通来使用的。祝贺张志刚率先晋级。以不变应万变，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大家好，我是鲁维彤，是一个最爱中国文化的簪娘。 我觉得你对中国的理解不仅仅是来自中国，而且你把它解读到了我们当代的意义，非常好。一浪不相邀，林州不怕遥。妾家杨子柱，别弄广陵潮。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来吧。啊，这个徐渭是明代的花鸟画大师。 而且他应该是开创了大写意的花鸟画派。王群老师擅长书画，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加起来，可能都不是他的对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叫金灿，是一位带着孩子逛博物馆的母亲。我选择的是 A 齐孙子兵法。等一下，等一下，你把这个食物连一下。我是浙江人，那么我们就要当弄潮儿，我要勇立潮头。海洋再次抢到。这个唐三彩啊，其实并不只有3种颜色，而3呢，在古语中是多的意思，它其实是唐多彩。海洋肯定就第一了，稳当了。 只有海洋答对了。哎，不对。无论题目如何，一定要勇敢的去回答。我选择是 A 唐。我会继续以史为鉴，不断学习。挑战100分题型的是选手赵培。我只要见过这个文物，你把它切得再碎，我都能给它拼出来。 这几个文物我认识，这个壁画我看过，蛮厉害的，真是个怪才，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各个门类知识很薄，完全没问题。15道题全都回答正确，祝贺赵培！很荣幸能与各位共沐华夏文明之荣光。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春水绿参差。祝愿6位选手能够如鱼得水，顺风顺水，心想事成。今天是中国国宝大会最后一个赛段总决赛的荣耀问鼎阶段了。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总决赛的3位专家老师，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运昌金老师，欢迎您。选手们。 不畏劳苦，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多日啊！我衷心的祝福大家，加油！祝愿我们各位选手今天勇往直前，马到功成。向中国国宝致敬，向中华文明致敬。我们的答题马上开始，来了解一下第一轮身临其境的比赛规则。身临其境分为社会、科技、生态3个主题，由选手共同答题，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 现场将根据选手得分情况以及答题平均用时进行最终的积分排名。本轮结束后，积分榜排名前5的选手晋级下一轮，末位选手淘汰。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常规赛第一回合，我们的主题词是社会。在博物馆里啊，我们看到的很多文物都是可移动文物。那还有一种国宝呢，叫做不可移动文物。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就有一座拥有巨大规模的人间艺术殿堂，它就是莫高窟。其中包含了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莫高窟的壁画 就像是无数扇敞开在我们面前的窗户，它用图像的立体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千百年前的社会生活面貌。所以这一轮关于社会的题目一定非常精彩，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题。五台山图所在的莫高窟61窟，建于5代时期，又名什么 ？A. 观音堂 ，B. 文殊堂 ，C. 普贤堂。 D. 地藏堂，请答题。这个传说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嘛？现在叫做编号叫做61窟。觉得我们的第一题难的，请举手。韦彤，我选了 B， 真的是猜的。 我答完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五台山它是文殊菩萨的道场，结果我选了 A， 所以我应该是错了。是去追求时间了，对不对？对，是。因为我们的累计排名既要看答题的数量，还要看答题的用时长短，所以分秒必争是必然，但是眼疾手快的同时还要保证一定要准确呀。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似乎没有悬念。 它就是 B 选项文殊堂，场上除了金灿没有答对，其余选手各自加上10分。这五台山图可以说这里面有好多的建筑，有桥梁，有人物，还有动物，对吧，金老师？对，这个五台山图啊，大家去过那个敦煌61窟的话，那是 非常壮观的一幅大画，它有3.6米高，有13米宽。它实际上是浓缩了从河北正定一直到山西太原几百里方圆的土地上的这种山川、寺庙、殿宇，啊，还有人文风光，留下的资料可以说是非常多。来看第二题，这是一道填空题，请听题。 莫高窟445窟弥勒经变中的一众其收图，反映了唐代北方农业生产场景。其中的一种农具是当时最先进的农具之一，唐代耒字经中有详细记载。这种农具是什么？请答题。从答题的过程来看， 海洋好像一直在思考，最后选择了，最后选择的是，曲园离。和海洋不同的是，志刚答案提交的很快，有把握吗？没有，我也是在直园离和曲园离之间做纠结，最后是选择了直园离。因为我老家农村的，我老家我小的时候还是那种牛拉着犁耕地的。 这个和我老家我小时候见到的耕地的场景很像，我回忆一下我老家把这种犁叫什么？我想它应该叫曲园犁。我写的也是曲园犁。到底这一题场上的6位冠军候选人谁答对了呢？我们来揭晓一下。除了张志刚没有得分，其余五位全都答对了，祝贺五位各自加上10分。 所以这道题其实考到的就是农具的改进，在唐代的时候就由直园犁改成了曲园犁，其实也是船小好掉头嘛，变得更小、更轻便、更灵活，方便在操作的时候更加省力。我们听老师们说说这道题有什么补充？耒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了。你比如说我们著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有这样的一种骨头的用肩胛骨牛的肩胛骨做的这样的耒耜。 但是这种耒耜呢，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它是完全靠人，来踩它，然后来进行翻耕的。这种翻耕呢，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说它翻一下得退一步，翻一下得退一步。犁改变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犁是往前进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说就发明了什么呢？直园犁。这个犁到了唐代以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变成了曲园犁。刚才龙阳也说了，船小好掉头。 这个直园犁，它在地头的时候，它掉头非常麻烦，对吧？然后呢，曲园犁就改变了这个问题。这个在唐代的后期，曲园犁就开始逐渐的推广。南方的水田面积比较小，你要经常掉头不方便。另外一个呢，源头上放了一个犁盘，变得灵活好用，所以曲园犁就奠定了中国耕具农业的一个成熟性的标志这样一个阶段。 那我们也不妨记住这《耒耜经》是谁写的呢？就是生活在江浙一带，然后对于生活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唐代大诗人的陆龟蒙所写。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有46幅婚嫁图，是研究古婚俗的珍贵资料，其中多数反映了中国礼制中的独特现象。 摄盛，上面图中哪个属于摄盛 ？A. 持户拜堂 ，B. 婚礼殿宴 ，C. 跪拜行礼 ，D. 乐舞助兴。请答题。婚礼中殿宴呢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选择了 B。这个壁画我看过。 这个我选的是 D， 因为前面3个这是在婚礼时候进行的。女子的摄盛可能就是在婚礼的时候穿那些只有命妇才可以穿的凤冠霞帔，所以说拿着户拜堂，我觉得是赵培老师所说的摄盛。所以你选了 A， 我的选择也是 A。摄盛的话是。 表示新郎新娘在结婚的时候，他可以用超出他们本身身份规格的一些礼仪来，举办这个婚礼。物它是大臣上朝的时候用的，也是提高他的一个身份等级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持户拜堂。 所以我们祝贺答对的金灿、海洋、卢维彤各自加上10分。旧式的婚礼还是这样，新媳妇儿要穿凤冠霞帔做轿子，那么新郎官要穿官服，这戴乌纱帽、穿官服、骑高头大马、执护板，是吧？实际上呢，这个都是古代摄盛的遗制，在这个敦煌壁画里边呢。 都表现得非常细致和生动，所以这个敦煌壁画真是伟大，您看它这个建筑是吧，民俗都在里边有所表现。它不光是这个宗教的宣传画，它包含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确实值得深入研究。有人说这个莫高窟700多个洞窟当中呢，有将近500个这个洞窟里面是有壁画的。有人说，如果把这壁画用这个1米这个画卷来进行编排的话，这样会绵延50公里。由此可见，敦煌壁画之丰富之广阔。身临其境第1回合过后，场上的6位冠军候选人，他们的排名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目前排在前3的是李海洋、卢维彤、赵培。稍微危险的是金灿、张志刚。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在3个回合的身临其境题过后，排名最后一位的选手就要止步比赛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发挥。马上开始的是我们身临其境的第2轮，主题词是科技。 说到古代的科技，你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那当然是4大发明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这些都是我们的骄傲。它们是古代的劳动人民创新的智慧和科学的成果。但是想想看，其实很多的发明创造都是基于老百姓对于现实生活的实用需要，比如纺织、冶铸，还有陶瓷等等等等。 可以说，古代中国科技领先世界，世界受惠中国的案例比比皆是。那么这一轮会有哪些考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呢？一起来看。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其素纱的织物密度稀疏，经纬丝的直径较细，每平方米内织物经纬丝的投影宽度为多少毫米 ？A. 0.12 B. 0.1 C， 0.08 D， 0.06。请答题。马王堆这个墓葬里面，它出土了浅册，这个浅册上面就把它直接叫做这个素纱单衣。隐约记得应该是0.06，我不确定。这道题考到了素纱单衣啊，这是闻名遐迩的国宝啊。 那大家在选择时会不会想，哎呀，我就选个最小的数字0.06，金灿。因为我隐隐约约的印象里面是好像看到过一个6这么一个数字，所以呢纠结之下选了0.06。当时只是关注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黑科技方面，具体的数字啊。 没有过多的去注意，我知道这个丝线非常的细，就是只有汉代的蚕宝宝才能吐出这样细的丝线，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最小的。果然有人选了数字最大的。我记得原来看资料的时候有过一个0.12的这么一个印象，所以我直接选了0.12。我选的 C 0.08。那么到底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其实是 C 0.08。我们祝贺韦彤、王洵2位回答正确，其余的4位选手这道题没有得分。我们请老师们来说一说素纱单衣。这件整件素纱单衣的重量是49克。这博物馆呢是委托了某研究所要复制这件素纱单衣，复制出来之后呢，成品的重量是多少呢？是80克。 重了特别多，因为这是当时汉朝这个蚕吐出来丝呢，会比较细一些，而不像现在蚕吐的又粗又长，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呀、就给现在的蚕制定了食谱，让它吃轻食，让这些蚕减肥。这样一来，这蚕吐出来丝呢就更加细一点，最后制成了这样一个仿的素纱单衣是49.5克，比原来那件呢是只多了0.5克。然而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13年，由此可见，这个素纱单衣，西汉出土这件素纱单衣，它的质量有多么高。对，这个衣服太轻了，因为它第一个没有衬里，这个经和纬，啊，它实际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它是比较稀疏的，因此说它的透光率达到75%。经常有人说它放在一个火柴盒里都能放下，实际上它还要轻。如果它的袖口啊、领口啊那种织锦拿掉以后呢，它还要更轻，大概只有不到30克。 文心雕龙里有一句话，说衣锦迥衣，勿闻太张。说穿锦袍的时候，外边要罩一件迥衣，就是讨厌它那个纹饰过于耀眼、过于华丽。啊，就是说我们的古人呢，织出来的锦是很华丽的，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那种过度夸张，所以呢，要罩上这么一件罩袍啊。 既看得见里边，又隐隐约约的把它那种光华灿烂的感觉给它抵消一些。2000多年过去，我们透过这件单衣看到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纺织技术，也给了今天的我们莫大的自信与骄傲。答题继续，请听题。宋高宗皇后楷书题记的蚕织图长卷，记录了蚕织户自腊月育蚕开始，纺织至夏季入乡为止的养蚕、织帛生产过程，其中盐碱瓮藏技术最早见于哪部典籍？ 请填空。它是一个记载民间的我们生活的纺织，就像这种手工业比较多的一本书。来看看学生们的答题情况。我填的是《四圣农书》，但是我好像《四圣农书》还是《四圣全书》，我有点 记混了，我是在那个《天工开物》和《齐民要术》两部典籍中纠结了一下，好像《齐民要术》当中对这个桑蚕的记录还是比较多的，我就硬着头皮写了这个。《天工开物》成书于明代，《隆正全书》是徐光启编撰的，那个这里面最早的要比宋高宗早的，那就只有《齐民要术》了，所以我选择了《齐民要术》。到底正确答案在不在其中，又会是什么呢？ 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齐民要术》。我们祝贺赵培、韦彤、李海洋回答正确，各自加上10分。所以这道题有些遗憾，志刚、王洵、金灿都没有答对。 头两道题答的还可以节奏，从卷离那个选错了以后，连续答错了3道题，那种对情绪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历史课上都提到过齐民要术，对吧？齐民就是普通百姓，要术就是谋生方法。那齐民要术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里面应该说是农林牧副渔方方面面都提到了。那我们请老师们来说一说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北魏的。 在南宋以前，实际上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很先进的这个处理蚕丝的方法啊。但是呢，在南宋呢，我们又得到了图像的印证。这个蚕织图啊，它是南宋的，是宋朝的摹本，在这个黑龙江博物馆。从上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他说的这个一个特殊的技术环节，就是这个盐碱瓮藏，就是怎么着呢？ 把这个碱呐，跟叫10斤碱2两盐，找个大瓮，铺一层桑叶，铺一层碱，撒一点盐，啊，铺一层桑叶，再铺碱撒盐，啊，有点像腌咸菜似的，泡菜，啊、有点像腌咸菜，啊，这样呢，用泥土把这个大瓮封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达到了您说的这个一搔而丝韧，嗯，啊，很好搔。 这个丝呢又非常坚韧，啊，而且丝还很亮，这个呢可以跟齐民要术相印证。第2回合的身临其境题过后，场上的6位冠军候选人又发生了怎样的排名变化？请看，韦彤依旧是第1，第2的是李海洋，第3是赵培。 稍稍落后的是金灿、张志刚。接下来是常规赛的第3回合比拼，主题词是生态。《荀子·王志》当中记载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 说明了古代先民从很早的时候就懂得了要顺应自然的道理。那么这一轮常规赛会有哪些题目在我们面前展开呢？一起来看。碑池其实就是利用自然地势用于蓄水灌溉而修建的水库，是古代农田水利的一种重要设施。我国西南地区的碑池水田在什么时期开始兴建 ？A. 秦代 B. 西汉 C. 新马 D. 东汉。 请答题。大家觉得自己答的怎么样？我选择的是 B， 因为我记得就是这个水田的模型，它好像是在西汉时期就有做这种模型，作为陪葬品放在这个一些墓主人的墓里面的，所以我选择了 B 西汉，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说实话。我也是拿不准，我选了是 B， 选了西汉。这个在云南省博，我记得它是东汉的。 但按说应该比东汉早才对，因为东汉的时候它已经这么成熟了，它肯定不是刚出现的状态。关于蓄水灌溉，我其实想到了李冰在那边开的渠，所以说我就选择了秦代。这一题场上的6位冠军候选人，谁答对了呢？他是谁？赵培。祝贺！ 赵培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D， 东汉。我们5位选手这道题都没有拿分，看来对于这碑池可能了解不多。平常，那我们就请张江老师来说一说这道题，有请。我国的这个先进的农田水利工程啊，比较早的时候大多都在北方，只有到了汉代的时候，特别到了东汉以后，才一点一点地向南方推广。 那么题里面我们说，中国西南地区的，包括刚才提到的云南也好，包括贵州也好，整个西南地区吧，就是大量出土过这一类陶模型它作为名器随葬在墓葬里面。所以呢，我们说这种碑池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利用自然山势那样的水池来进行人工的建设。 最后它变成一种水利工程，但是这种水利工程跟我们一般的水库不一样，它往往是跟什么呢？跟水田、跟稻田连在一起，就是它既可以灌溉，它又可以养殖。所以呢，在整个后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生态系统，就是比较和谐的，就是水田、鱼、鸭它共生在一起这就跟碑池有很大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世界联合国的这个粮农组织曾经评选什么呢？就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你看贵州，它是稻、鱼、鸭都在一起，然后我们青田县的那个是稻和鱼共生，所以这种系统被世界粮农组织都评为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值得借鉴的，到今天仍然能发挥作用的。 一种遗产和我们被传承的过程。那其实，在这儿呢，也分享陆游的一句诗给大家，帮助大家记住这碑池。碑堂一道客相呼，怎么样？大家再看着我们现在环屏上的稻水田模型，再想想当年陆游写下的这句诗“碑堂一道客相呼”，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恰如其分呢？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听题。据《周礼》记载，周代设置了山虞、川衡、林衡、泽虞等官职，保护和管理山林川泽。上面青铜器中记录了某人因担任虞林有功所受奖赏的是哪一件 ？A. 42年来鼎 ，B. 43年来鼎 ，C. 恶书鬼 ，D. 虞伯鬼。答题开始。 目前排名靠后的选手，如果这题他们答对了，能不能帮助他们改写这一环节积分的命运？我看到最早提交答案的是赵培和韦彤，应该说两位还是很有把握的。 这个我非常确定，就是第二个。然后42年来鼎记载的是他出征，好像是出征匈奴，打了胜仗回来受伤。这个43年来鼎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来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从原来的可能有兵权，改成了一个给周王管理他的那个林泽什么的，然后管理的比较好，所以他因此受了伤，做了这件器物。 这道题目，场上的6位，有2位没有答上来，是哪两位呢？是哪两位呢？张志刚、王洵答错了，其余4位全都正确。 这样的话，我们身临其境就全部完成，总决赛的第1轮答题也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积分排名。祝贺5位顺利晋级总决赛第2轮比拼。当然，也要非常遗憾的和志刚说再见了。志刚，想跟我们说点什么呢？我要感谢。 我的中学老师孙志海老师，是他给我学习历史的兴趣。我要对我的家人说，我爱你们。志刚给文物拍的照片很多很多，给自己拍的照片太少了。 但是我们国宝大会用影像记录的方式，为你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旅程。希望你可以珍藏，也希望将来可以给孩子们说说这段旅程、这段故事。能够参加这次录制呢，是对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提高，我觉得非常享受，也能够从中呢确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回去以后呢，我一定要去博物馆做一个志愿者，让更多的人呢，更多的文博爱好者参与进来。 那么我们就马上开始本场的第2轮比拼，国宝来了。国宝来了吗？来了。国宝真的来了。我们要感谢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全国140家博物馆积极响应，鼎力支持，也促成了国宝能够来到我们总决赛荣耀问鼎的现场。联想 Yoga Pad Pro 平板电脑一体成型支架，多形态自如切换，你的时尚拍档。中国国宝大会由联想独家特约播出。来了解一下我们国宝来了的比赛规则。 国宝来了分为文化、医学、经济、政治4个主题，选手通过抢答获得答题权，累计答对3道题的选手率先晋级。答题结束后，4位选手晋级下一轮，末位选手淘汰。大家清楚规则了吗？清楚了。我们来看看第1件国宝。国宝来了，就是它。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明代引进王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梅瓶腹部有4个开光，其中分别绘制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周敦颐爱莲，描绘了4位古代高士的闲情逸致及恬淡环境，故名四爱图。 图案所绘人物神形兼备，衣纹用笔潇洒自然，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晕染效果非常相似，是绘画与瓷器烧造工艺融合的经典之作。说到元青花的四爱图梅瓶，我们知道是哪4爱？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周敦颐、爱莲。 这是元青花瓷器当中的精品之作，它对应的主题是文化，会有怎样的题目呢？本回合的抢答正式开始。青花四爱图梅瓶出土自引进王夫妻合葬墓，他是朱元璋的第24子，永乐12年去世。他的名字是什么 ？A. 朱柏 B. 朱养 C. 朱寅 D. 朱栋。请抢。 答，海洋抢到，我选择 B。刚刚抢到的时候叹了口气，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特别确定，只是意思抢一下，没想到还真抢上了。那么到底答案是不是 B 选项呢？正确答案是 D， 猪洞。这道题回答失误。 这件梅瓶呢，确实是元明之际啊，青花瓷的一件超水平的精品。一个呢，就是它造型非常周正，通体有绘画是吧？而且呢，画得非常精美。另外呢，关键就是它这个文人情趣，它的这个四爱已经打破了元青花那种画一些戏出啊。 画一些神仙鬼怪啊，这些题材啊，那么呢，逐渐向文人画靠拢，所以呢，这个梅瓶呢，标志着这个青花瓷即将走向明代这个高峰。谢谢老师们的点评，来看第二题。上海博物馆所藏上虞帖，又名夜来腹痛帖，是王羲之写给亲友的一通草书手札。 因帖中有“今在上虞之序”而得名，该帖为后世摹本，是哪一代的摹本 ？A. 唐 ，B. 宋 ，C. 元 ，D. 明。请抢答。海洋选了什么？我选择是 A. 唐。祝贺你答对了，谢谢。 这样的话，海洋顺利地答对了一道题目。我们继续抢答。易鹤鸣是一位书法家祭奠自己死去的仙鹤的铭文，碑文存字虽少，而气势宏毅，堪称书法杰作，对后世书家及类似风格书法流传影响深远，被黄庭坚誉为哪种字体的开山之祖 ？A. 大字 B. 小字 C. 楷书 D. 行书。 请抢答，海洋。哇 ，A 大字。这道题祝贺你答对了，就是大字。好，海洋已经拿到了2道题。如果之后再答对1道，就可以成为率先晋级第3轮的选手。我们抢答继续。清代的12色菊瓣纹盘。 代表了清代对釉色控制的最高水平。该器物是下列谁任都陶官时候烧造的 ？A. 臧英选 ，B. 郎廷祺 ，C. 年希尧 ，D. 唐英。请抢答。哇，海洋抢到了。我选择 C. 年希尧。 年希尧是年羹尧的谁啊？啊，是年羹尧的哥哥。 确定吗？因为郎廷祺应该是，康熙那个时候比较多，所以我还是选择唐英的话是用我选择 C 年希尧。年希尧确定，祝贺你答对了。这样的话，海洋在第1回合的国宝来了当中累计。 答对3道题，成为第1位晋级第3轮比拼的选手，我们掌声祝贺！这也意味着率先成为了我们国宝大会的第1季前4强。你看啊，其实不只是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可以说每一件国宝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面镜，它照耀出了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多彩光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走进国宝，去读懂它的要义所在。第1回合的国宝来了过去之后，还有3件国宝将悉数登场。那么第2件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欢迎国宝来了！我们的第2件国宝就是收藏于绵阳市博物馆的西汉人体经脉漆木模型。 西汉人体经脉漆木模型出土于绵阳永兴双胞山2号木椁墓，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人体经脉用朱砂红线标出，正面8条，背面5条，头部纵线5条，横线1条。它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针灸经脉立体模型，其出土将人类经脉理论出现的年代提前了1000多年，对研究我国针灸医学和经脉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那么它会带来哪些题目呢？第一题，请听题。 中国现存最早的标识了人体经脉的木质漆人，出土于四川绵阳，时代为西汉早期，全体涂以黑漆，无文字标识，头、胸、背、手部用红漆描绘有人体经脉。请问该模型会有几条脉络？请抢答。哇，金灿抢到。 想抢吗？抢是想抢的，但是呢，题是不太清楚的，试试看。会有几条经络呢？我填了一个280。啊！哇，这么多个！啊、为什么？懵的。不会的，就是对经络这一块确实是不太了解。哦、我们家里我妈妈是西医，不是中医。哦 那这一次刚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了解了解。是的，是的。他可能想到的是穴位了吧，没有想到是经脉。说心里话，我也答不上。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19条。所以金灿给的答案呢是相去甚远了，很遗憾答错了。那关于这件国宝，我们的专家老师有什么要点评的呢？有请。 金灿一下说错了280个，我估计你是把这个经脉和这个经穴给混在一块儿了。经穴现在按照我们最完整的一个记载呢，说人体的穴位大概是有720个，而说这个经脉呢分成正经12条，还有奇经18条。而我们现在在这个看到的最早标志的人体经脉的木质漆人上面呢，确实是只有19条的经脉，分别是在前面正面呢应该是有8条，背面有5条，头上呢是纵的有4条。 横线有1条，这个经脉当时是记载了19条经脉。抢答继续。北宋天圣年间，鉴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和对健康的需要，宋仁宗赵祯下诏铸铜人。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当时的哪位医官？请抢答。 赵培，王唯一，确定吗？确定吧，确定。为什么？我有隐约的印象。祝贺你答对了。这样的话，赵培在第2回合的国宝来了当中拿到了1题的分数。接下来情况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我们抢答继续。 如图，这件上面刻有“1公2司”的汉代铜盆，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专用医疗器具之一。请问出土于哪里？请抢答。赵培，河北满城汉墓，这个是中山靖王墓出的。确定吗？确定，满城中山靖王墓出的。祝贺你答对了。 赵培累计答对了2道题。我们来看下一题。元世祖时期，阿尼哥因修复天圣铜人而嘉奖赐官，这名外国人是哪国人？请抢答。赵培，这个我非常确定，尼泊尔人。真的吗？确定。为什么呢？阿尼哥还是个建筑设计师，那个。 现在北京的那个妙音寺白塔也是他修的。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就是尼泊尔人。在第2回合的国宝来了当中，赵培率先累计答对3题，成功晋级4强。这个尼泊尔刚才他还谈到了一个，就是他除了。 啊，修复这个我们说天圣铜人以外啊，它还有很多方面在中尼的这个历史文化交流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补充一点是什么呢？以后我们到北京，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北京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就是那个白塔寺。这个白塔寺的大塔，就是这个阿尼哥主持啊把它建造的。啊，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中尼历史文化交流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中医啊，凝结着祖先数千年的深厚经验和聪明智慧，是极其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中医文化责披万代，影响深远。我想，不管是西汉的人体经脉七目模型，还是宋代的针灸铜人，这都传递出了中医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的贡献，也彰显了我们向世界贡献的济世良方。我们第二回合的国宝来了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件国宝登场。 它是来自四川博物院的东汉制盐画像砖。东汉制盐画像砖出土于四川省邛崃市花牌坊，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四川自先秦就是井盐的重要产地之一，蜀地井盐闻名全国。该画像砖描绘了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制盐景象，对盐井、陆路、盐灶等制盐设备，以及吸卤。 煮盐、运输等制盐过程都有真实记录，体现了汉代四川高超的手工业水平。那么它会带出哪些题目呢？第一题，请听题。我们所看到的画像砖展示了古代井盐的制作场景。盐井的开采是中国人的发明，可能最早开始于什么时期 ？A. 西周 B. 春秋 C. 战国 D. 汉代，请抢答。王寻，战国，确定吗？我分析这个画像砖是汉的嘛，所以这个肯定要比汉早，所以我选了个战国。题干看清楚了吗？战国，我应该还会选战国吧，因为我确实前面的也不确定。 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西周，很遗憾，王寻答错了。刚才我觉得王寻在答到战国，可能是大家更多普遍的以为，但其实呢，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在四川的一个中坝的遗址当中就发现了当时用来煮盐的工具，而这个工具呢，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所以等于是把我们大家的这个概念往前提了一些，对吗，高老师？对的。 因为这个井盐的生产呢，它实际上就是以那种打井的方式，来取地下这种卤水，然后把它熬制成盐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我们说井盐画像砖作为四川博物院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量级的这样一个收藏，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四川地区从东汉开始非常重要的一种手工业的门类。所以我们的制盐的历史。 啊，包括这种晒盐的也好，我们井盐的也好，特别是四川这种井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的发现，把它推到西周时期。谢谢老师们的讲解，抢答继续。中国现存最早系统描绘煮海澄盐设备和工艺流程的一部专著，由元代天台陈春所著的什么书 ？A. 本味篇 B. 熬波图 C. 盐经 D. 盐务金要，请抢答。韦彤，这道题说实在的，我还是不会，我还是猜一个 B 吧。确定吗？我就选 B 吧，反正我不会。祝贺你猜对了，这道题答案就是 B。 来看下一题，在古代。 除了井盐，还有多种制盐方法。《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的制盐方法有下列哪几种 ？A. 海盐 B. 池盐 C. 井盐 D. 崖盐。请抢答。王寻抢到。我这个真的不确定，就是海盐和井盐，我觉得。 应该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池盐，我觉得不知道说的指的是什么。那么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A C D， 对不起。A C D。对。很遗憾，你答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A B C D。抢答继续。汉昭帝始元6年，朝廷主导召开了一次著名的经济辩论会——盐铁会议。 根据此次会议记录整理的《盐铁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盐铁问题的专著。《盐铁论》整理者是谁 ？A. 桑弘羊 ，B. 桓宽 ，C. 霍光 ，D. 田千秋。请抢答。韦彤，答案应该是 B. 桓宽。终于有一道我比较确定的题了。确定吗？我确定。 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桓宽。这样的话，目前场上的局势，韦彤已经累计答对了2道题，那么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局势呢？我们继续观战，来看下一题。春秋时期，在我国率先创制了食盐专营政策的是谁 ？A. 荀子 ，B. 商鞅。 C. 管仲 ，D. 墨子，请抢答。金灿，我选择 C. 管仲。怎么想的？因为我想管仲他是管那个商业这一块比较多，然后有很多商业方面的事情，好像首创的人都是管仲，所以我就选择了管仲。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祝贺你答对了。下一题。苏轼曾上书指出盐策之弊端，要求撤销当地的缺盐政策。宋神宗采纳了他的主张。苏轼是在哪里任职时提出罢却盐状 ？A. 杭州 ，B. 登州 ，C. 密州 ，D. 湖州。请抢答。 韦彤，那个我选择的是 B， 为什么？我读过苏轼的传记，似乎有一点点模糊的印象。祝贺你答对了，就是 B， 登州。这样的话，韦彤在我们的第3个回合国宝来了当中顺利晋级全国4强，祝贺！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件国宝啊，来自四川博物院东汉制盐画像砖。那通过它，我们能看到当年战国蜀人用井连接了地下宝藏。可以说，聪明智慧的蜀人用非凡的创造力，还有他们的勤劳与汗水，为自己创造出了巴适的生活，也寄予了我们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等等美好的品质。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件国宝，送给我们美好的历史。这样的话，第3回合过后，我们4强的席位就只剩下1个了。到底会是金灿，还是王洵呢？马上请上第4件国宝，它就是来自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何尊是西周早期宗室贵族所做祭器。 内邸所著铭文记述了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陈词等一系列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字样，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请听题：西周后期，王朝亲事济公谋复甲，中国区域为5湖，反映了周人管理土地和人民的观念。其中，侯卫。 对应什么服 ？A. 殿服 ，B. 侯服 ，C. 宾服 ，D. 药服。请抢答。王洵，我选择 C. 宾服。祝贺你答对了。我们今天这个何尊放在这里，不但应该知道它。 有中国二字，更应该知道它是有一个传承的故事的。这件器物实际上发现的比较早，我印象中是在1963年，在一个人家里面啊，他家的就是后面的是土啊，是什么塌方啊，是怎么样，他就出来了，然后就把他一点点的刨出来以后，就把他交给朋友托管，好像他们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回到宁夏去了。 然后这个托管的人呢，又过了2年，就把这件器物拿到废品收购站就卖了。好在碰到了一个文物干部，从废品收购站好像是花了30块钱，把这件器物收藏了。没想到到了1975年，北京举办全国出土文物展览，这件器物被请到了北京。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我们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元先生，就端详这件器物，因为他比较有经验。 所以他就摸了一下里边，他觉得里边觉得有铭文，结果果然后来一看有铭文，就是有这122个字的铭文。答题继续。和森铭文记载，周武王在克商之后，曾祝告上天，表示要在天下之中建都，以此作为统治全国的中心。这里的天下之中，指的是今天的哪里？ A. 西安 B. 洛阳 C. 嵩山 D. 新郑，请抢答。金灿，我选择 B. 洛阳，确不确定？因为我记得何尊的铭文中记载，他是要到洛邑这个地方，洛邑就是洛阳。祝贺你答对了。 目前场上两位选手的情况，金灿已经累计答对2题，王洵答对1题。我们进入4强的最后一个席位，到底会有2位中谁占一得呢？继续来看下一题。和森铭文中，为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回忆的是周武王灭商后在哪里举行的祭祀仪式 ？A. 华山 B. 泰山 ，C. 嵩山 ，D. 骊山，请抢答。金灿，我选择 C. 嵩山。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活动的区域在河南那一带，那么嵩山就是在河南的。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看到典籍里记载“峻极于天”呢，说的就是嵩山。祝贺你答对了。 成功晋级4强。这样的话，我们总决赛的第2轮比拼，国宝来了，4件国宝就全部为大家展现出来了，而对应的题目抢答，选手也都完成了。我们诞生了国宝大会本季的4强选手：李海洋、赵培、卢维彤、金灿。掌声送给4位，祝贺4位的同时。 我们也非常遗憾的要和王洵说再见。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组能让我来参加这个中国国宝大会，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一个文博的节目，让我自己很开心。通过跟其他选手的交流，收获了一些新的学习文物的方法。我也会尝试以这些新的角度去更全面的去看文物，了解文物的知识。 中国国宝大会总决赛第3轮群雄逐鹿马上开始，打开快手 APP， 搜索“中国国宝大会”，观看精彩内容，参与趣味互动，更有好礼等你来。群雄逐鹿环节，我们将围绕主题法律展开。都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制度的约束，而约束当中最有效力的就是法律。 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有法律，到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依法治国，国家才能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那么这一环节，我们的答题规则是什么呢？选手请注意，群雄逐鹿题型是国宝线索题，第1条线索说出之后抢答才可以开始，答错本题继续，答对得1分。 累计先得3分者率先晋级，本轮为4进2。本轮过后，全国2强诞生，大家清楚了吗？清楚，清楚了。有信心吗？有。4位选手加油了，看你们的！答题正式开始。请听题。这是一枚古代印章，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请抢答。海洋，海洋冲得很猛啊！没有。印章，太后之玺。法治，皇后之玺。抢答继续。 该印的主人是西魏、北周时期的名将，策帽风流的典故与他有关。请抢答。金灿，应该是18面金梅印。18面金梅印是，那个谁的老丈人？天下第一老丈人。 天下第一老丈人的那个18面金梅印吧。抢答继续。印文内容包括公文用印、上书用印、书信用印，是研究北朝行政和法治发展的珍贵史料。请抢答。赵培。独孤信梅金印信。 不会，你答对了，哈哈，旗开得胜。我们再把其他线索听完。该印纵横八棱，形成多面体布局，共有26个印面。其中的14个印面有印文，书体为魏体楷书。刚刚金灿有点可惜啊，知道是谁就记不太清名字了，只记得他是。 天下第一老丈人，三朝国丈啊！因为自己的疏忽，自己好像就是准备的还不够充分吧。我们的线索题继续。这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请抢答。哇，这道题大家都抢了，手速更快的韦彤抢到。它既然是跟法治有关，我猜是不是殉仪？抢答继续。 好吧。器物立耳，下呈三垂足，颈部是弯角鸟纹，其余为素面。请抢答。海洋抢到。我的答案是郑仪。抢答继续。反正今天都不是我擅长的题型，可能会需要牺牲一定的准确性，然后去追求速度。 器腹内壁有铭文8行79字，具有极高的法律史价值。请抢答。金灿，资轨。抢答继续。铭文反映了西周中期仆臣因逃避兵役而遭受处罚的情况。请抢答。赵培。 西周中期的，然后他又有这种凤鸟纹了，搞不好是宋轨，还是哪一件？抢答继续。这件器物由一个名为施奇的人特作器铭记。请抢答。海洋。施奇鼎。祝贺你答对了，记1分。 中国国宝大会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从国宝读懂中国，为中华文明守根铸魂。来看下一题，这是一块石碑，呈方柱形，4面环刻。请抢答。海洋，4面环刻，药王碑。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不是药王碑呢？ 抢答继续。该碑发现于清末。请抢答。金灿，高句丽王碑。出了线索题以后呢，脑子要转得快，然后手还要快。差一个字儿。我们向现场的专家老师求助一下，他的这个答案算对吗？高句丽应该可以啊。 可以，我觉得可以，高句丽能答上来，没问题啊。好，那么根据专家组的商议之后呢，金灿给出的这个答案，我们算是回答正确。祝贺金灿答对了。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块唐代石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请抢答。 赵培抢到，唐代的比较多，我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抢答继续。撰者崔实是唐中宗朝的宰相，碑文则是他在武则天朝任殿中侍御史时撰写的。请抢答。海洋。御史台。 这个应该是御史台碑，是关于庙堂御史台佛堂碑。抢答继续。碑因、册及额有当时的御史台官员近千人题名。请抢答。韦彤，我觉得我应该跟海洋姐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的答案是。 御史台精舍碑，御史台精舍碑，对，祝贺你答对了。刚刚海洋就是卡在“精舍”2个字上，对不对？对就是想不起来了。对，就是想它是那个佛堂，然后佛堂又叫什么精舍，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御史台精舍碑。我们来看看第4条线索。碑文说明，唐朝在御史台中不仅设置台狱，而且于台狱之内又置精舍。 此碑是唐隶书法代表作品。马上来看下一题。这是一批竹简，简中的字体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请抢答。金灿，是煎水官汉简哦，煎水金官汉简，抢答继续。这批竹简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请抢答。金灿，云梦睡虎地秦简。啊，我怎么就差这么一点儿？本题正确答案是云梦秦简。 人走到最后，冲进总决赛的实力都很强，跟他们同台竞技很有压力。继续来看其他线索。睡虎地秦简，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竹简的法律部分记载了秦代施行的20几个单行法规的条款原文，共记载法条600条。这批竹简。 出土于今湖北的一座秦代官吏玺的墓中。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块秦代刻石，请抢答。赵培抢到。琅琊刻石应该。这么快你就抢了？因为秦代的刻石就那么几个。有犹豫项吗？可能还有石鼓文，但石鼓文不止一个。 所以那你想想，那就是琅琊石刻，应该还有一个泰山石刻，但是泰山石刻好像现在没留下来，它只有拓片。确定一个答案告诉我。琅琊刻石。祝贺你答对了，太厉害了！就第1条线索已经锁定了答案，我们来看看其他几个线索。刻石强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刻石前半部分歌颂秦之功德，后半部分为秦二世加刻的诏书。刻石原在山东省诸城县海神祠，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代刻石大多毁损，除本刻石之外，仅存的另一件为泰山刻石。目前我们场上的赛况是：金灿和赵培。 都已经累计答对2题，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本轮过后，累计答对3题的2位选手晋级全国2强。所以接下来的题很关键，惊心动魄。给海洋和维彤加油！加油加油！马上来看下一题。这是一件唐代的写本。请抢答。 金灿，唐律疏议，确定吗？唐代的写本就是跟法律有关的，就先想到了唐律疏议。恭喜你答对了，哇！这样的话，金灿累计3分，率先晋级。这道题就是唐律疏议，我们把其他几个线索看完。唐律疏议名立写本残卷。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第532号墓。该写本的出土，为研究唐律在西域的实施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残卷由4个断片组成，首尾残缺。接缝处前有西周都督府之印，说明其为唐代西周地区的官方写本。 群雄逐鹿环节还有1个名额的机会，到底谁会摘得呢？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线索题。这是一件汉代帛画，请抢答。赵培，这就抢了啊！汉代帛画就那么几幅，那我猜莽队1号汉墓帛画，这个是最有名的。金雀山汉墓壁画，那个帛画。 请给我你的答案。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帛画。抢答继续。出土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东果箱内的黑色7连钟。请抢答。海洋。导引图。确定吗？确定。 祝贺你答对了！来看看其他几个线索。帛画长100厘米，宽50厘米，图上没有总的名称。全图分4横排，每排11个人物，共计有44个人物形象。这幅帛画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养生观念，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保健体操图谱。 那么现在场上累计2分的选手是赵培和李海洋，卢维彤是1分。答题继续。这是一件唐代纸本绘画，纸质为麻料。请抢答。赵培。唐代麻，那个唐代的绘画留下来的不多，那难道唐代的绘画，唐代纸本绘画？ 五流图吗？你确定吗？确定。成功！答对了！哇，这太厉害了！就第1条线索已经锁定了答案。我们来看看其他几个线索。五牛图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者韩滉曾在德宗朝任宰相。 韩滉任职宰相期间，注重农业发展，此图可能含有鼓励农耕的意义。图中5只动物形象不一，姿态各异，动态十足。到这儿，我们的群雄逐鹿环节就完成了，顺利晋级到总决赛最后一轮比拼的2位选手是金灿与赵培，祝贺2位选手！ 当然很遗憾，我们也要和另外2位选手告别。维彤，我想说，我一开始来到这个舞台上，我的目标就是学知识、交朋友。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不后悔，我觉得这样就已经足够了。问鼎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认识了许多，今后都会伴随我一生的良师益友。有一场这么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非常高兴，一路呢学习到现在，然后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是更高兴的是认识了这样一群，志同道合、学富五车、学贯二友的小伙伴们，对参与节目一路走来的小伙伴们说，很高兴在这里与你们相逢，开启了这样一段美好的旅程。我们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金灿、赵培，祝贺他们进入到了国宝大会总决赛的最后一轮比拼——楚汉之争。此刻，二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状态呢？敢于争先，勇立潮头，加油！敢于挑战，才能超越自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加油！现在在我手中有由中国工商银行提供的4款信用卡，分别是工银生效信用卡、工银故宫信用卡、工银奋斗信用卡以及工银星座信用卡。它们就是楚汉之争的题卡。来了解一下本环节的竞赛规则。两位选手轮流答题，回答正确后，分界线向对方开始移动。 回答错误，则需选手继续作答。当分界线移动到一方选手的区域底线时，比赛结束。刚才率先晋级的是金灿，你有优先选择权，是先答还是后答？那我就先答吧。好，楚汉之争正式开始。唐代哪个窑烧造了青花瓷器？ A. 越窑 B. 巩义窑 B 正确。与烽火戏诸侯中关键人物相关的器物是哪件 ？A. 西甲盘 B. 朔复历。西甲盘错误。簪花仕女图描绘的贵族仕女发饰是哪种 ？A. 双云望仙髻 B. 高耸云髻 B 正确。唐代黑石号沉船发现最多的瓷器是哪个窑的？ A. 越窑 B. 长沙窑 B 正确。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漆器出土于哪个遗址 ？A. 跨湖桥遗址 B. 河姆渡遗址 A 正确。目前看到最早在玉器上署款的工匠是谁 ？A. 鲍天成 B. 陆子刚 A 错误。下列我国境内的古人类化石属于智人的是 A. 山顶洞人 B. 北京人 B 错误。 明代、玉带首末两端的玉板被称为什么 ？A. 驼首 B. 驼尾。A 错误。制作石花珠所用的主要原料是什么 ？A. 水晶 B. 玛瑙。B 正确。下列哪项是宋代定窑白瓷的釉色特征 ？A. 透明白釉 B. 纯白。透明釉。错误。贮藏圆明园的12生肖铜像是哪座 ？A. 马首 B. 兔首。马首正确。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绘画通史于唐代什么时期完成 ？A. 开成 B. 大中 A 错误。紫砂陶的着色元素是什么 ？A. 铁 B. 铜 A 正确。宋代著名的石家镜出产自哪里 ？A. 扬州 B. 湖州。 湖州正确。文真名收藏前人书画作品的地方叫做什么 ？A. 停云馆 B. 珍赏斋 B 错误。下岭开凿天龙山石窟最早2尊佛像的是谁 ？A. 高欢 B. 高阳 A 正确。迄今发现最早的猫文物是什么时期的 ？A. 商代 B. 汉代。汉代正确。 下列哪种陈设玉器流行于明清时期 ？A. 玉山子 B. 玉炉鼎 A 正确。最早记载水密隔舱结构的古文献是什么时候的 ？A. 汉代 B. 近代。近代正确。五爪龙纹作为皇权的象征始于哪个时期 ？A. 元 B. 宋 B 错误。 我国古代关于并铁的记载始建于哪里 ？A. 魏书《西域列传》B. 周书《异域列传》B 错误。祝贺赵培成为冠军！我如释重负。这6年多，无论严寒酷暑，我都奔波在看展的路上。我叫赵培，来自河南信阳。我对这历史文物这一块一直早有兴趣。我去过国内博物馆有200多家，总共拍了有40多万张各类文物的照片。对大多数博物馆的重要收藏和它的展陈状况可以做到如数家珍。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答对了！只有赵培答对了，100分。哇！15道题全都回答正确。哦，那种心血澎湃的感觉，我又找到了。当然，也要很遗憾和惊叹说，曾经我们离奖杯这么近过。啊，没关系，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让我能够在这里认识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博爱好者，而且呢，也给我了一个展示我自己的平台。你好，我叫金灿。是义乌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公务员，平时呢比较喜欢历史啊、文物，喜欢带小孩子去各地的博物馆啊去打卡，让他了解了我们这个国家深厚的这个积淀之后，他才会去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也是带着我大儿子的愿望来，我和他一起报名了国宝大会，但是呢他没有通过面试，希望我作为一个老母亲呢能给他做一个好的榜样。走在爱好文博的这条路上，其实就是有一个传承。作为一个母亲，其实我们就是有这份责任，需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2位选手是联袂向大家呈现了我们第1季国宝大会的水准。棋逢对手，将遇良才，2位选手都很优秀，掌声送给2位。那我们就请上尹颖和5位选手一同来见证赵培的荣耀。我们的冠军赵培，什么心情？什么感受？非常高兴，相信奇迹才会创造奇迹，我做到了。你也创造了我们国宝大会第1季的冠军，祝贺赵培！捧起了连贺方湖冠军奖杯。祝贺赵培的同时，我们也要告诉总决赛的6强选手，你们同样可以获得由中国工商银行提供的一份精美国潮礼品，那就是锦绣前程金卡1份。祝福各位，文化传播的道路上前程似锦，一路繁花。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征程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行者。中国国宝大会，我们明年再见，明年见。从远古点燃，文明的光照亮了5000年。商周的青铜铸就，古老的铭文。是永恒的誓言。青花瓷，优雅的蓝，泥土清水，烈火淬炼，生命从此不甘平凡，生命从此。不甘平凡。